11月2日晚，马威之父斯坦李工作室发文表示，受邓紫棋歌声启发，欲起为蓝本打造一位中国女超级英雄，并表示或可以一种宝石为其命名，暂定为 Jewel， 最终命名权交给了影迷。海报中 Jewel 穿着皮裤，手中拿着荧光棒的武器与邓紫棋十分相似。官方尚未公布的该游戏的能力。近日邓紫棋在社交平台发文，裙子的亮点请自行寻找，还附上了几个害羞的表情。图中的她乍一看只是穿了一身修身的长裙，但仔细一看就发现这条裙子下半身几乎是透明状态，邓紫棋整条大腿包括臀部曲线都露了出来。但更加关键的是，照片在拉近一点之后，大家不难发现邓紫棋竟然是丁字裤出镜，黑纱透视裙内能清晰地看到丁字裤的系带，长裙花纹恰恰只遮住了她的三角区域，一身造型性感程度直接爆表。最后再附上邓紫棋近期的所有性感自拍，小姐姐在瘦身成功之后真的是性感大解放了。